慧珍，我知道，如果出现什么事情的话，我帮不了你。以我的专业和我的经验问题，我除了打打电话，还有查一查资料之外，就真的没什么可做的了。但是我想了想，我可以陪着你呀。不管你什么时候需要我，只要是我能够做的事情，我都可以为你去做。慧珍，你对我真好，有你就够了。公司人多一会儿让人看到而已。那个，反正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我们都一起承担好吗？嗯。那走吧，赶紧，一会儿让人看到。从这看出去好美啊，我刚才一直在楼下看都没有看到，原来上来的风景会更好看。原来这世界上有那么多我还没有看过的风景。哎，你会不会觉得好神奇啊？有的时候有些风景就一定要我们亲自看，虽然从照片和电影电视上看上去会不一样，可亲自用亲眼去看完全不一样，那种感觉对吧？嗯。头发风太大了，天哪！哎呦，我这头发吹的，这样应该不好看吧？很好看，只要不下雨就行了。啊，头发吹的，哎，嫁给我吧。我们结婚，我会陪你看你所有想看的风景。这个城市对于我的意义就是你的存在，我不想再跟你分开了。你不用现在回答我，我等你。如果我这次能够成功的推出20周年纪念刊，到那个时候只要你愿意，我们会永远在一起，每时每刻都不分开。每次看到你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无时无刻都在想，要是能成为你们中的一份子，那该多好。跟你们在一起的日子，我有多么幸福。慧珍，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了。那你一定要努力，一定要成功，因为我想跟喜欢的人顺利结婚，也想跟他永远在一起。我从未对一件事如此确定过，但是对你，我确定，我要跟你在一起，我们永远都不要再分开了。你愿意吗？当然愿意了，小胖鱼，小胖鱼，你现在脸练起来一点都不胖了，你看。